Hello， 大家好，我是郭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喺联络家有一件客家的传统哦，可以36年呢。哎，按到的时间，也地杯用用版好色的吹，也系讲神奇感动的故事呢。今日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一件传统的头家娘王庆发阿发姐来到节目地杯，好好同大家分享哦。马上来欢迎佢吧，欢迎阿发姐。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联络的准备传统的负责人王庆发。哇，欢迎阿发姐来到我们节目的位。阿发姐，我听到说啊，你的传统是开了在联络错吗？是。你这个本身是联络人吗？我不是联络人，我是你陪的前同事人。是哦，你怎么会想到在联络开一间传统呢？因为当时在一个戏室中间，一个张少基的老公同我讲啊，阿发，同日只话两个人讲嘅，佢一件点好诶。嗯，我讲我唔晓得吵。嗯，伊讲唔怕，日只话吵，我负责我床如何？嗯嗯。哦，啊你嗰时间你能卖东西系卖嘛嘅？当时我哋两个人讲嘅时间，嗯，都讲卖牛肉面。嗯。啊，我哋两个人，因为我当时有去百里面卖食品研究所，有去。学过做醉鸡，做油鸡，做卤猪脚，一条卤面的东西。嗯，不是如安尼，阿姨爱装手机，一个会炒菜。哦，如两千年分工啦吼，如负责来卤面啦吼，各种诶爱从个部分阿吉如负责炒菜。哎，不过阿爸真爱抢高压哦，今时间呐，唔能开一个牛肉面店，阿爱英雄地位啊。头摆总批都爱同阿人讲咧，阿人港铁人家总唔得食牛肉噶，阿人都睇客家中一片开一个牛肉面店，会唔会有影响到？有人讲，哎呦，阿人唔好食牛肉，而是猪肉嘅，有阿人读到阿人冇？其实当时阿人做个时节，阿人没有考虑阿人问题，因为阿人爸爸同我讲啊，港铁啊。啊，烤牛会来甜一条，系啊，嘿，唔好老人再食羊肉，嗯，阿你讲唔过去冇功德，啊，但是呢，更加后生嘅人，牛唔咩耕田呢，拢系牛，当然也有过老一批嘅人哈，讲啊，一定唔会食牛肉面，但是我哋另外还有炒饭对，炒冬粉，炒面，哦，嘿，嗰时阿你都。做得多更加。如果世界其实还有其他的口味啦，你冇一听讲二十牛肉面，哎，二十年都点啊？唔，二十年还有其他的限制。啊，你阿爸姐，你底下讲更加的传统啊，卖嘅客家菜嘛，啊，更加亲像冇看到牛肉面一个选项嘅呢？喺某个世界开始，你能开始有转变的呀？我哋以前咧做嘅时节，父亲有学教，像原来工作。哦，学生一来都一太穷。嗯，俺当时卤牛肉面一下都接20几下，20万下耶。哇！嘿，我开始种，俺那学生啊爱个卤诶。嗯。卤诶牛腱，还有牛肚一条，俺那海带啦，猪头骨一条，总啊再多种了种牛肉面，嘿，啊变成俺那牛肉面的数量个大。哎，啊，慢慢的，人客变来变多。嗯，我变啦，有滴位人客食过多，食过久诶，伊如果我遐咪可以开发另外嘅材料，不一定限制。哦，嗯。啊，佮说请请咪，因为牛肉面生意过好，啊，唔过人咧遐咪讲请五同另外咧总收之间咧两杀，啊，结果磨痕太磨痕咧，磨痕唔过来，结果人都想讲啊啦。干脆啦，牛肉面也个哦，先疏放来做其他料理啊，也讲做开传统，都唔会按摩痕，系咪按你啊？诶，因为当时就公司拆了，又要负责牛肉面那部分，又要负责一般的炒肉一部分，变到磨痕唔过来，啊，牛肉面那部分，我哋自由放弃。哦，诶。啊，结果按可惜，其实你能可以现在讲，可以再抢几个人就能听说啊，这时间没想到吗？没想到，嗯，因为一路行来吼，当然张小姐做无过久了，做了两个人呀，一路讲乞求又唔会做，嗯，嘿，啊，我如因为讲啊，像做一般的生意来讲，
无因你生一病精神，生理做唔太，啊做唔够，啊必须要做器官的生理。我说我落去申请，因你生一病精神。哦，阿法姐，你可以给点咩都更加啊？你自家有乜坚持乜嘅理念呐、啊？吼，也系讲原则。哎，你嘅料理，哎呦，用办嘅口味，也系讲料理嘅方式嘛？有乜嘅理念喺底背冇？做一段时间，好了解个银行对客家口味个接受。嗯，我所以我更加经营理念，如果我以客家口味为主，嗯，系冇偏离客家口味。嗯，因为客家口味系我能食饭、帮饭咧。实数啊，客观的实数啊，冇错。嗯，啊，你对阿爸姐来讲啊，客家菜啊，佢一天啊有乜嘅味道，怎会人哋很做客家菜呢？因为以前的客家人个穷俭，嗯，啊，个物个个冇物质，嗰时候只有菜类地方用咸，嗯，能食得欢乐，用笋，再加加两碗饭，嗯，因为以前的人用。耕田必须要努力，嗯，所以饭一天来吃，人讲啊，饭是铁的，嗯，哦，故说都只有用客家口味的部分来呈现本人哈。故说阿爸在你的印象底部，你自家坚持在讲客家米汤底部一天要有咸，要有笋，要两种米汤吗？其实客家口味也调味料个简单。嗯，只有几方像盐啦、调油啦、吃啦、糖啊，嗯，安尼都可以呈现一下口味出来。唔要像晋江人嗰度用麦嘅味淋啦，用麦嘅鱼露啦，安尼客家口味拢冇用安尼嘅东西。嗯嗯，我说简单嘅口味，都可以呈现一下东西嘅甜味出来。嗯嗯嗯，我做到好是也冇简单嘅，你像佮调油。不用太多，都是咸，怎么？啊，假使讲吃不用太多，也要笋啊，本诶唔敢食。啊，亚种部分啊，你自家有针诶针对一个人哈，有去做调整吗？有，其实我们做菜的时间有没有提供啊？亚种菜也比例越多，嗯，开始贴笋的话，人哈食唔落；贴咸的话也食唔落，所以更加人啊要唔会食咸，嗯，啊唔会食油。我说，嗰度经过过程底部，我们必须要切开去调整。嗯嗯，对，我们开始摆个当面卖牛肉面、咸前酸，嘿，好细米，真是可以传统都更加三十六年。啊，全部是你自家一个人吗？当时开面店的时间，嘿，总收入在负责炒菜的部分。嘿，嘿，两个人嘛，吼。两个人，嘿，啊，有请一个员工。哦。啊。后来伊做差不多两个人呀，伊都讲贴壳，伊唔会做诶。啊，我唔晓得做，我只有硬轮头皮接下来。哎呀，嘿，啊，切个开始好炒。嗯哼。对，炒到冇事，倒去再重来。哦。我说，你这个头诶开始啊，倒的时间一两年才炒嘛？啊，后期你还有去抢人家同天数吗？有。嗯。后边有一阵我隔壁人，啊，伊每日去房东上班。啊，过来去，俺妈妈同我谈熟嘛，伊来对啊，做俺妈妈过去新东市，因为伊喺新东市。嗯。啊，过后一站时间，俺都提讲啊，唔出家唔当来，我也上班好诶。嗯。唔好做房东，房东按人，嗯，花时间按床，按个门嫌先个太阳。嗯嗯。因为嗯，上下班的路程按人。嗯，门嫌先切对个太诶。嗯哼，我可以同佢讲啊，阿爸仔，我唔会炒菜，我做是食材。嗯，我讲唔怕，我不搞唔炒，也都系铁的食诶。哦，故说后诶后生咪开传堂之后，变做嗯对外从转的内从来呢吼，就变炒菜的师傅。啊你能抢最多年的时间，差不多一多年啦，员工啊加上。我抢最多年的时间，员工有八个，因为当时。生意的晚上必须要钱。嗯。啊，只要有生意，我都会接；有生意都会接。甚至接偏档，像中正偏档、中正国中的学生的偏档，我一年当然唔会改多来讲，但是一年400人的。嗯。还有
高铁高架铁路化的时间，高铁咱也去接，做三船，还有联络各种的地方高训练的篮球队的队员，也咪三船。哇！还有用他工作，伊全身咧学校派来训练咧卡巴蒂的学生诶，又咪听下个是三传。哇！嘿，过上阿姨站的时间真是怪无限。嗯哼，啊，唔过还系坚持下来呢，知道冇？从同样嘅员工强下，啊，你等于讲联络副圈啊，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嘅副职职那部分全部都唔能存档保下来嘅呢。我当忙厉害，不愧是俺的冬天落存档吼。哇，啊，你阿爸仔，你这个新年呢，还是会同听书吗？新年呢，跟下拢听我袂读书。哇，啊，只有放假时间过来听书。哦，原来安尼，哎呀。观众朋友，哇，阿爸仔啊，冇简单呢！自家一个人哦，加上同朋友啦，员工强下，将伊个传统哦，种个安好坚持了36年呢。啊，唔过传统底部还有两版好食的料理，也系故事，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听的阿爸姐来分享佮蔡传堂的故事，啊，今天呢继续来请教阿爸姐，有哪条好料理要推荐给我们吧？阿爸姐，今从带来安多的料理，其实条都提汤分享的时间啦，俺都最近囤个好难水的。哦，今从一定的香呢，啊，今天俺能对哪一开始？俺看到有点用盐哦，炒太重，俺能先对点用盐开始好吗？可以。哇，嘿，俺能传统的俺能客家的好米汤呢，哎呀，佮点用盐。嘿，咩亲人做啊？阿娘自家做诶。嘿，以前啊哈，用盐嘿，要不要连沙有稀释的时间，因为全部人一滴甜素用菜剁剁。嗯。嘿，啊剁剁个，咱全部人做啊做个方点用盐，但是更加无安尼风俗，拢本传统派呢。嗰时点用盐也吃，也偷菜啊，都无迄个。嗯哼，嘿，算是素工村呢，一定要素来做诶，是冇？嘿，更加变啦，肉个部分只有麻烦煮蛋黄有冇？同人来用搞的咧。哦，嘿，嗰时冇时间剁个啦。哼，用等于讲以前爱用刀诶，剁下来，咱用素来叠，是冇？嘿，啊，人能更加系用机器搞好诶之后，再继续来用素来叠。诶，推理人能用刀诶剁个时间啦。嗯哼。哦，观众朋友，哎，客家所以个要个点用盐啊，实在冇简单嘞。其实啦，是后来调到阿爸在的时候，个时间，哎，要个真是是海呀，怪球怪有弹性嘞。嗯，能一点要个用盐，一点一球啊，用素一点一球。一点用盐啊，哈，嗯，够好诶，够诶，底部有够猪肉嘛，但是猪肉要鲜质，总唔得用三层肉，要用肩胛肉。哎呦，有三分肉，七分肉。嗯。瘦炒肉啊，七分炒肉，三分酱，跟那皮肉，啊皮要除下得去，哦，嘿，让去搞，因为以前的人拢用虫诶，虫诶变咱安尼经过整的时间，会变黄色，够唔好看，嗯，啊，俺就用蜂虫头去炸过，变得虫熟啊，有嘛，嗯哼，搞下去，那有个虫诶香味。哦，难怪条都按你生啊，天气好，真是底部浓浓的，像俺的油虫的米丝哩。按你后面头的点油盐啊，其除了按你像大酱式之外，可以嘿啊，还有乜嘢可以其他料理方式吗？还有可以做红烧，嘿，还可以用炸的嘞，炸的嘞，炸油盐，还可以煮汤。哦，煮汤，俺印象底部俺有试过哩。哦，这个好用版式其实拢可以嘛吼，因为佮本来都改好食嘞。哦，啊，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哪条可以食？咦，有一个国体配的，我看到一个。哦，腱肉丝。腱肉丝，诶，啊，其我看到等下。家乡菜应该改少人做。嗯。因为全部纯手工，啊，够麻烦。嘿哦，佮麻烦在哪呀？我看到阿爸仔，你看。有酸嘞，啊，尽量办去做，唔讲过麻烦，系嘛个容易。因为鸡用个湿好诶，啊，比人用用个平常个地人，
人诶，人有白玉石，哦，玉石人会扣，嗯哼哼，嘿，玉石白好诶，你买去选来切，切得去刻盐，哦，做一些吃，一些陶，米线人会出来，那金玉石再下一班。哦，我说也必须有时间。嗯，我一般来讲，如果青年他爱食也多出，爱先天。要去行爱先天哦。爱先天。哦。因为临时做工出差，像我们无闲的时间啦，也通放出叫唔出来。哦。因为北京有时啊，必须有时间，做唔得太快，又做唔得贴油，贴油的话变得食唔到肉类的甜味啊。嗯哼。啊，贴太快，唔好食。嗯哼。我说。哎、欸，你那丫头说，唔讲，哎、欸，也个是酸食嘛吼。人家以前头摆印象，特别丫头说的名有很多盐酸食，从从冇。盐酸食，嘿。哦，哎、欸，阿爸这，啊，唔讲也个肉啊，我现在也个鸡肉，鸡我过糯一些的，也讲过嫩一些的。当然，糯一些的是过香。嗯。肉特别过 Q 过实，啊，唔系用过煮的鸡话变得肉。我软冇按 Q， 其实我是一直认为讲鸡肉爱落去，那么好食。哦，啊，一个爱土鸡，土鸡吗？土鸡啊，其实其他鸡还是可以做啦。嗯，但是 Q 米可能冇按好。哦，还是土鸡的 Q 米更好。是放落鸡好食，啊，做法也其实唔系困难，但系吼准备的功夫过多。准备的时间要够长。嗯，就都按你说的，欸真是是下去鸡肉轻又 Q， 轻又弹性啊！个酸食啊，是下去失败啦啦，但不会呛人呢。佮有个酸味，啊又个强强的清脆，哇，清厉害呢！还爆发的一头吹啦！哎、欸，真是啊，反正你拢冇带饭，你想讲哇，吃到一个清茶饭呢？爆发饭！哎呀，好先冰下来，冇等下健身哦，健身会崩饭呢。啊，还有哪条菜呢？哎，你那江西太重哦！哎，江西太重，其实平时啊，有时是几多，唔过啊，头头看到伊咧吼，人都面头讲有伊咧肥腻的地方。还有个人咧缝肉，梦做都会缝肉。以前阿婆啊、妈妈今天亲我种缝肉呢。缝肉一般来讲，哎，做好是能有。啊，人咧缝肉啊，有贴配嘛个料理的方式，也系讲贴配的做法吗？当然啦，人咧缝肉，嘿，客家口味的做法。嗯。我说蒜头要先炸过，哦，先炸蒜头。嘿，龙阳个人客家人不用油试下去，个甜味、香味弄不出来。底部还有不用油的哦，油唔是。哎呦，嘿，哎，地白糖多呢。嘿，啊，还有不用米酒，哼，一定要不用酒，调油。嘿，还有糖，种个呢本国啊。嘿。哦，冰糖吗？啊，冰糖，哦，哎，嗰度啊，一般呢，你讲到冰糖，竟然系冰砂糖啊，砂糖同冰糖有冇嘅差别吗？还是砂糖同冰糖嘅冇同样嘅意思？冰糖冰下去有亮度，哦，嘅做肉要过料过咸啊，嗯，看落来面吼会咸咸安尼嘛，哎，讲安东安尼先来送一下呀，嘅做肉嘅味道好诶，哇！哎、欸，要去煮饭，能会贴配鲜奶的来提防吗？有红肉的部分，我拢先三层肉。嗯，因为有皮的，有酱的，所以来那唔会酱的部分唔会按菜呀，唔会按硬啊。哎、嗯，哎、欸，啊皮的部分，嗯、所以来种太富用诶。哎、欸，真是，就说按你释放来皮很软软 Q Q 的，哎呀，跟肉啊酱肉的部分又唔会怪糯呢。嘿，我说要三层的够好食。嗯，你假设像用肩胛肉的话，因为遐酱啊部分够多，皮的部分够少、哎，还是有人讲用腿卡口。哦，太老皮。还有腿部分的可以解，但是也酱肉袂够多，所以来要改菜。嗯哼哼。嘿，无像五黄肉按好食。有个系老劲，有咩难比哦？阿爸仔，阿你一咧缝肉噶，能唔能炖几久冇？要煮几久冇？一般来讲，最少都要两点半左右。哇！啊，古说一烘出也要用一天的吗？哦，冇啦，因为时间太久。嗯，我说来要做，差不多十块一到二十块的部分，变个冰箱烘。哦。银行熬夜时间，但是还是要事先讲啦，因为我冻个冰箱烘，保持也鲜度。嗯哼，啊，要拿出来蒸，蒸的时间最起码一点钟到两点钟。哦，
准备肉果篮，阿哥好食。古说啊，能过到的菜其实拢系速工，爱准把时间准批的嘛吼。哎，除了今半年带过来诶一条客家的菜之外，还看到一个呢，阿爸仔，中间一个系卤个紫姜葱嘛，卤姜啊，还有个系黄梨姜，你也有做来卖哦？有。因为俺妈妈做卤的部分啊，真是一级棒。嘿呀、啊，客人最会都会卤一道菜嘛？哎，因为怎么个会卤菜？客家人都讲，东西三两太的时间，会卤起来空，啊，食起来可以食个久，因为可以便宜的东西空起来，有得个东西拿来晒干，像发菜的啦，可以拿熟熟个去晒干，从国体位啦，拿熟熟个去晒干，哎，故说一道姜的部分同黄梨姜的部分。挨到我切个卤，卤会比我平常好，因为更加热唔会失咸。以前卤的黄梨姜同姜拢过咸，因为无防腐防腐剂，无平常，故所以卤过咸，那唔会变质。啊，更加会唔咩？挨卤无安咸，比我平常好去。啊，然后接触都过过。哦。啊，有个人哈，去配同天一条诶卤诶个姜啦，吼卤诶个黄梨姜一条，只能讲哎，人能清酒模式多，难得食到一个米汤，有去配米面都同天的冇？有有哦。啊，挨黄梨姜同姜少卤过太。阿爸仔，啊你嗯差唔多，要准备一道诶个量来卤一条姜啊。啊，人家准备也冇过多啦，因为爱是以新鲜为主。因为东西卤铁久，有咩模式？食材的东西切得一新鲜，所以来心情难为好。真是，然后食到难好食啦，错冇？嗰时候要跟你会贴配会准备，啊，除了一条料理之外，带过来的，嗯，还有那条个贴配的料理，我看到还有一根呢，鸡脚也系哦。因为我之前有去台北的百里的面卖食品研究所，学一条卤的东西，我想讲啊，鸡脚一条。我妈也讲啊，妈妈一条十几蚊银哈，有时要鸡脚噶。我讲好啦，我挨落来卤一些鸡脚，还有牛肉个部分，牛跟那牛腱啊，挨落拿来卤，可以做冷盘。做卤菜的部分。做卤菜，哇，底部唔单像炒的呢，连卤菜也按用心准备的按到，哇，真是马上。来去恁传堂好好试一下饭，观众朋友，原来呀，阿爸在今天的传堂真是有几道传统的客家米汤呢。不过啊，应该还有更多莫中央的料理。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讲哦。除了现场阿爸仔带过来的手机客家菜之外啊，诶，听讲阿爸仔还有几道的料理，其实先受到宁夏的欢迎哦。阿爸仔，今半年带过来的菜，诶，除了也以外啊，你还有哪道的料理系宁夏特别会去点的呀、啊？哦，我哋点好有客家的臭冬粉。臭冬粉。嘿，去宁夏几乎每做落一点。啊，真是的哟，今半年都冇带过来。因为铁虫啊，无办法拿来。哦，唔同你讲，因海是爱同天数。讲起起爱点风爱做台。哦吼、哦，一天哦。啊，除了臭冬粉，还有乜嘅吗？还有以前咧，人讲怪人。哦，怪人。怪人。啊，怪人，因为以前咧金线怪。哎，啊，但是更加因为环境的影响，金线怪过少诶。啊，家私也过高。啊，挨到怪是用咸诶、哦，做海陆饼。咸的卤猪肉，煎做肉猪肉饼，爱滴爱滴，变海陆饼。嗯哼，你煎到本去擦擦安呢，哇，也系清茶饭。甚至于讲，我印象底杯啊，我哋有人讲，其实我哋客家汉诶汉堡肉，诶，就像人家老杯吼，讲我以前食的汉堡肉，用用煎的擦擦安呢，诶，几好食呢，应该几多人点吼？诶，应该几多人点？系啊，帮番帮酒拢好一餐。诶，真是，诶，头摆讲。做怪盐啊，用怪盐用的时间，哎，还冇嘛感受。啊，不过我真是用咸的时间，哎，是烘来都冇用的呢。啊，咸咸香香，又还有各种
有一年我变个什么个七千茶，哎，底部一个七千茶，伊味道也够香。有变七千茶，哎，变一些香葱，哇，真是。哎，还有一米嘿酥头的主角。哦，酥头主角。因为香港的南部人会有。嗯。还有客家人人会有。嘿。因为酥头来讲，嗰段。我体验人他来去的世界，俺来推荐伊讲，俺来有酥头的主角，伊讲冇搞很多酥头的主角，还讲唔识看咯，啊拿出来实在是，伊讲也是擘个头咯，讲酥头的又搁掺肉头的，又唔掺黄头的，这一来又何时唔会有？嗯，很细时节当，很常讲有人咸一个酥头，俺都皮轮头，一近视嘞会打皮轮，实在多的时间会打皮轮，怎么？啊，有，这主体位来讲是消化该好，嗯，骨髓会打疲劳，嗯哼，哎，还有身体健康啊，这些威尔讲，哦，错，哦，原住民的话是要给，因为主体位该营养，错冇，对啊，啊，有些很很好，人南部肉队长食得多呢，也不过因为主体位爱补钙叫错冇，人家几少年才做呢？以前主体位个少，嗯。是八八风采过后啊，全部因为苏太会生个台山吼，啊八风采在迄个，啊见个苏太有两个手，啊加四个角，啊两个手啦，嗯哼，嗰种人自家还有在做啦吼，啊一天米头也个米头，啊一天我来去试一下，请求模式都已经反应呢，啊阿爸姐。能做一个安度好食的客家料理啊，系咪唔该做到去炊事嘅，去准备一条料理嘅菜啊？外面早上拢差不多五点人拢去市场行买菜，五点人，五点人去买菜。啊，如因为外强调如果讲菜类要新鲜，嗯，总唔得买一袋过来，不用提，不用贴旧啊，菜米是唔会贴。嗯哼，我想外面一切都要市场行。啊！然后同佢讲，我中午喺明月市场咯，我可以买个一日买菜两三日，过后人去市场，但是俺以为俺唔关事。嗯，你讲啊，你都去劳碌命哦。真是啊！唔过按辛苦系嘛嘅，啊，味道本人下食到健康，好食又新鲜的菜嘛，错冇？啊！唔看到大家嘅笑容哦，食到又个我讲，哎，过一好食到，我都感觉得得嘅，系咪？系啊。啊，你年后直播呀？其实三十年来应该有读到几多莫琼瑶的年后嘛？啊，有本印象歌词没么？有啊，讲说在爱一路行来，几多年后还爱几年？哦，提供爱菜的资讯，嗯，还有爱提三十的时节，口蹄疫的时节，还有疫情的一次疫情的时节，讲说在生意拢改么？但是一定还是来支持我同我捧场。哦，我想我可以行行过有嘅疫情，嗰度经过一道环境嘅影响，拢关门嘅。嗯，啊，甚至我嘅员工，以前有吸引嘅员工，如果到口蹄疫嘅时节，一定刺痛讲啊，啊，我过去莫做会好啦，明日冇生意，你压力咩鬼大？嗯，我要鬼快死哦。嗯嗯，一定当时按听哎，啊，见面时你唔会一定刺痛离职，讲真哎，怪感谢伊人。哼哼，啊，生意过后过好诶，大家又再过来同听书安尼嘛。因为生意又恢复个时节，一定要多做来做。哇，个安甘心咯。我想有条员工咩挨起挨挨年挨年啊。哼哼，啊，又多多讲一种，人家开了三十六年嘛吼，又多多这种韩式来食到太结婚。啊，你的银行吗？有。嗯，啊，今年抢银行会带动你这边来吗？其实我点的地方的银行，嗯，改到 Q 的银行，带新银行来的。嗯，一共一家店嘛，好食又平价，嗯，价是平价，嘿，唔会乱开价。有台银行唔熟识的来讲啊，哎呀，买个一多钱咯，给买个一多钱啦。啊，第二轮人讲，这个唔是么？嗯，但行个家私人唔会合作。真是啊！个 menu 当个菜单当个，拢写清清楚楚。以前我开始时，我是在磨痕下啊，开始啊，都磨痕下。只是把菜单挂出来。哦。啊，然后买个菜，然后去个店，店咪过来，看到一多人，我讲唔会同佢讲一多人，我都骗一多人的菜本嚟。嗯。
当然少年做唔得用两台，嗯，多年做唔得用两色，那就配合廿年数的材材料。它系保证十多个合适啊，每一个人拢可以吃得饱，错冇？我觉得唔熟悉的人下来吃的时间，结账的时间都讲啊，条干样又算唔错冇。啊，公用咯，那又按便宜的吹咯。佮讲讲是亏损唔错个哦。啊，你有个按好食的客家料理啊，为唔会有个听老辈哦，唔系听国内哦，系听国外人的客家上市。味道爱食一个客家味道，特别照顾了当当爱指定讲，哎，可能爱来是阿法仔人家的客家菜。有啊，嗯，有台湾人客来的时候讲一点从。拍针嘅，阿公快些嚟买起嚟咧。阿唔会再湿咩？阿公看住湿，唔最起码冇要四十分钟，唔怕，我会等。阿等咧都是拍针嘅时间，对同一条带来嘅朋友讲，唔可能，我隔天冇唔错嗬，又鸡肉真是好食。又真是会是味道，还是一个哦一个口味。啊，唔过讲到拍针嘅，哎，也查一下哦，阿爸先也强调一下。那底下讲，北普通南部是一个拍针嘅吼，尖将冇强用，硬人系尖毛嘅将，南部应该系尖嘅，七千叉啦，一条蒜头条油嘛。因为我爸爸系苗栗人，哦，北埔嘅苗栗人，我妈妈系屏东嘅内埔嘅行人，嗯，故所以北埔嘅结浆，哎呀，佮你要拿来尖鸡肉，南部嘅七千叉也要提供本人下，嗯，故所以两份。也会问了问银行，嗯，银行都够满意。哇，古时候听人鸦片可以说得到两种无共用的呢，上辈同下辈两种问了，尖将拢可以说得到。哇，阿法生你真是南北大融合呢，北部南部你拢会做，哇，一定的厉害哦。啊呢，跟银行家除了讲，特别讲我咧，吼，今日买几类之外。啊，唔要多多讲，各种你还同讲，哎，我要什么个特别的料理，吼，啊，唔会做同建议讲，要开发新的菜，有亚种吗？前面有讲到嘛，有特别哦，爱同建议讲，口味爱用办来改善呢，啊，有各种技能讲，我要是冇常用的料理的冇？有，嗯，哎，那有没做人家符合人家口味的料理出来不一定？嗯，因为人家每一代人家口味冇常用，有得还是咸。有的是甜，有的是酸，有的是辣。嗯，但是伊只有体用本来讲啊，伊要口味，而是辣的部分，俺而且都要炒辣的味。从一种客家小炒来讲，嗯，有的人是辣，要加辣，俺都只有加辣才会好耶。嗯，比加辣，因为是那个爽快。不过辣都吓死吓死啦，臭毛。哎呀，伊阿公。真是每一个人口味都冇相同，啊！唔过真是有相处到一段时间，有个经验的吼，怎有法度可做出本人合满意的料理呢？嗯，按到时间底背啊，三十两年来，啊，卢卡每一个都除了要同天数之外，今年我有想到讲同来传承一个手艺啊，同接数冇。我之前有听天意讲啊，可能蛮有过来同我天数。嗯。因为我年纪是见来见太的，嗯哼，什么都讲啊，我爱去工人还是不用加过去哦，我做我会惊哦。哈，都都好生意，改好是就听磨痕磨痕都本地人会惊哦。你讲我做我会惊哦，哦，明天来种来种去，种来种去，嗯，哎，过来是平料呢，结果唔咩，过来同做些，嗯，哎，唔敢过来哦。啊，唔过同天数做些，嘿，本唔够轻松啊，怎么啊？今年也可以安尼想啊。后边我今年的想法有转变吗？啊，后边矮二工出问题嘅，因为税务唔得快，嗯，啊工作贴无限，压力贴太，俾人二工一下会出问题嘅，谈唔到。啊，矮同阿妹讲，即个古来天数，啊，你话十年能有办法？延续下去，嗯，伊讲伊考虑看看咯，哦，考虑一段时间，伊同我讲好，伊过来听书，前两年都过来听书，嗯哼，啊，更加做我可能有兴趣的，啊，更加伊也下去学习炒菜，当然也要去那边学炒菜，嗯，像更加叫过堂要学，安尼美食班呢，要去个学炒菜，嗯。
更加也打算考真正。哦，嗯、啊，嗰时候结合嘅，喺更加去讲，除了客家菜之外，喺咩还有学其他的料理嘅方式，爱从研发出新的新的口味啦，一种，系吗？系啊，有啊，像台湾人店铺，虽然讲有多人嘅菜来讲，嗯，所以老板学习还是有同样冇同样嘅口味，嗯哼，但是我提供啊，我哋客家口味绝对冇做坏，系，因为客家口味。一般来说，反正人哈，拢会怀念客家口味。就是俄罗斯也给米托的嘛。嘿。阿爸仔，啊，除了伢妹的爱同接触之外呀，唔单对伢个传统，怎么传统？未来还有两班的规划，也还是讲想法呢？我是希望伢妹迄有接过后，唔好偏离俺那个客家口味，因为客家口味迄个人。广泛的菜，嗯，除了也以外，嗯，还希望伊讲啊，因为客家菜的处理方式唔会过精致，哦，嘿，因为无像一道，安尼好多菜，嗯，过多盘式，嗯，阿咪希望伊讲啊，加上一个盘式，看起来过精致，嗯哼，讲加出新提供，嗯哼，因为我讲出来我无限。嗯，只要炒炒我都出去。嗯，唔系单枪讲嘅咧，客家菜吼可以传承下一路好，还要本地更加精致化，知冇？唔单枪好食，还要好看。哦，观众朋友，你看你呀，阿爸仔其实对自家嘅料理有信心之外，佢对我哋嘅客家菜爱传承，佢有自家嘅想法咯。啊，唔过啊，大家假使讲有闲来到联络嘅时间，也可以去见人店方坐一下，同佢讲一下话，试一下其他嘅料理。每天大家对一个客家味道有新嘅认识咯。今天啦，再次感谢我哋阿爸仔带来安静菜故事同安和式的传统客家菜哦，多谢，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我提联络，希望大家有对联络迄个时节，入来我店铺品尝我的口味。哦哟，观众朋友，坐到更加有几位上瘾无呢？加加听听我的先生来运通一下吧。希望我等复起来的节目的朋友，还记得点赞、听客家电视台的频道，顺便还记得分享出去哟、哦。